方清涛，你终于来了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你心里最隐秘、最阴暗的角落，而我是这里的主人。 装神弄鬼，区区幻境，待本座劈开这术法，再揪出你真身。你杀不了我。如果你现在仍能操纵业火，或许还能驱散碎星，从这里逃出去。但现在的你。 什么也做不到，就凭你，也想蛊惑本座？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古兰的事呢？给本座闭嘴！哎，你太愤怒了。 有选择的人是不会这么愤怒的。现在的你一定很痛苦吧？选了爱人，则举族复命；选了族人呢，则爱人欲。世上最悲哀的事，莫过于此。但是，我能救他，也能教给你解封10万将士的方法。只要你与我合作。 族人与爱人，从此不再是2B选1的死局。又做噩梦啦！我刚才也做了一个噩梦。 我梦见婉清娘子了，在梦里还有很多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她还说，我们的命此消彼长，如果她复活了，我就会死。还说，一切的秘密都在……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梦而已，不用太当真。没有，这个梦可真实了。想不想听听我刚才做的噩梦？ 我刚刚梦见，你变成一只大肥猪。<笑>